我哋原创歌嚟嘅首歌，咁系讲紧系，其实身于喺呢个社会上面，好多人都觉得好多不满啊，好多唔开心嘅嘢啦。咁点样一个人喺一个地狱入边，即系自己心中嘅地狱，点样可以揾到自己心里边一个天堂呢？咁我哋作呢首歌出嚟咧，就有人作成咁啊。咁有人个意义啊，或者个意思啊，都要等听首歌先明白啦。咁系啦，喂 ，testing。咁一，hi， 啲 bass 再上少少。好，送俾大家我哋嘅新歌《地獄中心的天堂》。但是我想像有人可以梦我，那是我再回头，抬头繁星一火，决定去找那一些事情向往，我终于到达过，在梦里的真我已陷入了空。Thank you.
可发火。